就出个这虾缸困难重重第三集，哦，不然后面我就拉那一条过来，哦，我就暂时先这样，哦，从这边哦丢过去，应该对后边弹那个了，然后这一根哦从上面哦丢下去。靠呀，是你白杀啦！枪虾呢？白杀？有啥物好白的？啊，这个高嘞啊！哦，有病呢！好，这个就这样哦，过来这边哦，打开哦，这是又多了一盏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做这个打气工程是对的，啊，这分流拍在迄落位，我感觉这种不好用，这种不好用，啊，不是，伊这提起来吼，这要甲关咧，这个要关注，无伊这伊无水啊，伊袂回冲，你知道？好，这我甲恁分享。然后后来把它丢进来，我们直接从后面好了啦。哦，这物件冻干的真正哦，这后壁买安尼还阁袂使。哦，像这过滤器这样，这个没有再用，这个就先拿去，要先拿去那个了，仓库了。无干哦，物件完全囥无够用。啊，这支到底是对的，这个一个物件老的，这原底怎搞一个物件？它那个勾的这个黑色都很容易掉，很烂呢、啊。哦，过来，哦，进来，哦，之后，后来，因为虾子，哦，需要氧气。所以这个拉线油来了时阵，甲放伫遮，你啊臭麻嘞，干掉你啦！好，好，打开，哇，安尼就好啊，就成功啊，对不对？它要水压，哦，这物件是来讲，今天这是伤济，你毋知影？一支莫挂遮，我看一支挂遮吼，大概拢会弄着。这个它这边原本我记得有勾一个，这支哪搞伫遮？这个勾的拿出来了，刚掉一只哇，这原底是搞安尼，勾这样。好见，这支嘛放遮好，吼、哦，我无得放诶。然后它有一个黑色的，应该是掉到下面去了，先不管了。这个后来没有用的东西要清掉，这个黑啊，你有看？哦，这样虾缸就开成功了。那后来明天就可以开始慢慢放虾，哦，慢慢放进去了，来。这个要慢慢的把它拨上去，无这去输掉遐，才有去输掉。活的死的，死的。嗯，拉上去，拉上去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可以。这白龙学虾缸，哦，困难重重哎，好秀嘞，这样可以了。这死的虾啊，我咧看到咩用起来，死的要拿起来哦，这个死的不抓不行哦，死的要抓，要不然死太多了，死太多它会那个。哦，这死伤济袂使。
只一只抓。死的是不吃，但是吼，怕水害。我敢放这鸡肉呢，伊嘛还好呢，伊真正会味了，放头前较好看啦。哦，这个屎都要先捉出来。要不然这个，以我的经验，明天水就抽掉了。那个虾想要搞死的，哦，拉干净了。哦，太慢了，这样捞好了，上班呢，啊，死上侪只的。哦，这个屎太多汁了，这种死的。没有屎的出去，没有屎的出去，哎，没有屎的出去，哎，出去，没有屎的出去的。哦，要死嘞！那死了侪只了，想我回来呢啦。安尼过嘛无较紧呢，小叶，会跳的好，会跳了起来，会跳就拿起来，嘿，安尼，这样比较快。这种死的。又过来，哦，这死伤济，这尾仔让因内底同伴可能家己就吃掉，哦，死太多了啦，要收嘞，死几百只，这阵可能咧割就割着底个，无这无可能死遐济。哦，这个拢搞着死的，这次全部死了。哦，这应该爱我，迄落来吃呢。海葵啊，哦，这嘛死。搁死的，这冰起来，这当冰起来，迄落吃。哦，搁来无要紧，死的都上来。要不然这个明天水就绝对坏掉了。两只活的出去，哎，再一只出去，好跳出去啊，跳出去，恁娘嘞！我发现这盐巴是真歹用呢。你唔跳出去，咪甲你抓出来。好，等下再过来。看火口，差不多了。不能接。哦，你今天卡是要够酸的啦，吼、哦！我看卖放这味的。放这味还是我加个，我搁三只。你活你处理好不好？活的出去，活的出去，要不然等一下你就不要出去了。再一只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啦！哦，恁娘个！这个船，好，我去。你看，有坐车无？
有一只的，脚要死要了的，死啊太夸张了吧。目睭是啥物分泌物啦？恁娘嘞！抓抓出来，抓抓出来！你非得要这样挑？哦！我感觉用来非常，这感觉无巧的这个动作。哇！够无？接下来。这只看到活的呢，妈咪，没有了。哦，好死了，把它用这個，鞋啊用这把，用到天光吼、哦，用到快天亮了。我讲啊，大概若买鱼啊吼，大概买鱼啊，等下拢无法天光吼。哦应该差不多了，嗯，要休息啊，姐姐。你冲这个味到底对唔对？好，之后水草一把抓，哦，直接抓进来了。丢进来，哎，这个就是虾子最喜欢的生态。其实那颗虾就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了、哦、这个好 OK， 这样就可以，其他丢上去哦，要死了，有够乱，有几点？四点半，有够要起笑是搁贵啊，搁全物件，吼、哦！这内底是到底搁活的无？应该是无啊。好了，结束了。